全国唯一以身障者身份获得国家公益奖殊荣的石雕艺术家卢志松，曾获得陈水扁总统亲自接见授奖，自己的工作室也获得台湾工艺研发中心的补助，将织湖习服的石雕工坊改造成为舒适的作品展示空间。2011年举行揭牌仪式中，高雄市长陈菊亲自到场祝贺。因为热爱泡茶和书法，所以卢志松创作了不同主题的茶具与砚台，尤其以石壶为最大宗。各式精雕细琢的壶具，无论是刻画动物、花卉、植物等形体，皆栩栩如生。像这一件作品，这是我在回忆小时候，我们家在那种穷困的环境，那我们小时候大概就是兄弟邀一邀到那个沟井古井的旁边啊，哥哥打水，让我们就兄弟轮流在井边洗澡啊。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啊，所以这一把壶就是我在回忆我小时候跟哥哥弟弟还有邻居的小朋友在那种古井的旁边玩水。这是一个石磨，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尤其是要过农历年，我们邻居啊就会一些婆婆妈妈们就会一起在那边碾米，要做年糕。那时候小孩子就最快乐的事了，都看着大人在那边用石臼冲那个花生，那有的人在那边磨米，那磨完之后大人就会休息呀，休息的时候就会在旁边把那个大水壶提出来，大家倒水一起喝喝茶聊天。那这是一把壶啊，我把这个景象，把这个儿时的记忆，把它浓缩成一把茶壶。那这上面就有大人们喝完茶，茶杯有的放歪了、放倒了，的一个景象。那要做出这个表面粗糙的，需要用凿的，要用凿的跟用磨的，要一起混合去，算是做出这样的工法，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一把壶我们磨好之后，那这个坯。这个壳已经很薄很薄，要怎么样去敲才不会把它敲破，这是有它特定的技巧。这是玛瑙，这是我朋友切完之后发现里面是晶洞，没有办法做手镯。玛瑙一般就是切来当镯子，当手镯用的。像这么硬的玛瑙很少人会拿来做这样精雕细琢，但是我说的我有我不惜成本的戆戆啊，爱做啥就做啥，这东西做了自己觉得其实也没有达到那个价值，但是我就喜欢用不同的石头去做不同的诠释。每一颗石头到了他手里，经过切割、塑形、刨光、雕磨等步骤，都能幻化成各式各样的作品。石雕艺术也让他获奖无数，尤其这竹子系列的作品全都用石头雕刻而成，以假乱真。我小时候没有地方可以玩，经常就是跟着只能在我爸爸的那个渔具呀，就堆放那个捕鱼的工具的地方，那边窝在那边看一些竹子被虫咬住的那种景象，那种景象很美，因为一根竹子成长得好好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那只是直直的一根竹子，当虫开始在蛀它的时候，那种白蚁在啃它的时候，那种美丽啊真的是很难形容，你每天都会看到不一样的样貌 的形态在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呢，当你觉得很美的时候，
忽然间下了一场雨，或是刮了一阵风，就会把这些竹子全部把它淋湿了，弄坏了，或是整个场景就不见了。那当我会雕刻以后，我还是脑海里面还是会有那样子的一个影像存在。那我想说，我可以用石头把这个场景刻出来吗？这些竹子真的做的，有人认为是我去砍了竹子来做的，其实不是，这个是石头，它是石头刻出来的，把它接上去的，那是一根竹子。竹子系列的石雕作品是卢志松最擅长也是最喜欢的表现手法之一。善用石头天然的色泽和纹路，卢志松把石头变成了竹子，把会腐朽的竹子用石头刻出永恒之美，化腐朽为神奇，也给予了石头全新的生命。这个作品呢，我把它刻一条丝瓜，还有两只瓜牛，那两只瓜牛呢在一起卿卿我我的，我把它定名为瓜地延绵。他们好像一对情侣在那边谈恋爱。我想的一些，心里面想的一些话，心里面一些念头，几乎不太能够跟人家用言语沟通的时候，我会静静的用雕刻的方式把它刻在里面，把它蕴藏在里面。那我常常说，其实我太太常陪我去看病，她就说你身体这么不舒服了，还那么爱工作。我说，身体上的疼痛很快会过去，但是上帝留给我这些美丽的记忆，我会把它永远刻下来，留下来。在卢志松的眼中，没有什么刻不出来的。他的工作室展示区里各式各样的石雕作品琳琅满目，有攀爬在枯木上的小甲虫，像在水里悠游的鱼儿，圆滚滚胖嘟嘟的小猪家族，仿朱明太极系列的石壶等等，每一件都是精雕细琢的艺术品，甚至随性拿起一块石头就能立刻进行即席创作。天气这么热，我切一条，切一只热带鱼。高速快转的切割机将坚硬的石头切割，光看就让人胆战心惊。不过在卢志松的手里却轻松驾驭，没有佩戴任何的辅助工具，全凭一双手。不一会儿功夫，一只热带鱼就成型。就是根据石头的形状，以当下的心情，我现在 要做热带鱼，就是热带鱼。那么我如果要来做一只海马呢，也是可以啊。切石头比较算是粗胚的部分。利用各种切割工具，卢志松可以把一颗普通的石头切割成想要的形状，却是一项高危险的创作，因为一个不留神，手指都会受伤。不过越是有挑战性的，越让卢志松深深着迷。石雕创作一玩就是数十年。不会啦，整天与刀为伍。这个肉刚切，前几天刚切掉，现在才刚长出来。那你这样子受伤以后也很多次，就对了。经常。但是危险也很有趣啊。其实一件石雕作品可要经过多道手续，接下来得再经过小模具细细雕琢。带着护目镜专注的眼神，卢志松要把他脑海里浮现的样子雕刻出来。他不受身体障碍的限制，创造出精巧的石雕艺术作品，不仅是台湾之宝，更证明了双手万能。
其实卢志松拥有巧夺天工的雕刻之手，不是天赋异禀，全是自己年轻时到贝壳工厂学习所打下的基础。我们在里面的工作很简单，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做到下班，都是做同样的一件工作，就一直做一直做。比如说刻一个树叶，你就是永远刻这一片树叶就好。这是我的事业，我就是专门做这种贝壳灯，在外销，到夏威夷的哈。国中时，母亲将他送到贝壳工厂学雕刻，每天周而复始的雕刻着单一作品，看似简单，却让卢志松的雕刻技术扎下深厚的根基。眼前这些贝壳饰品，全出自于卢志松之手。也是他学会雕刻技术后首度创业赚得第一桶金的基础。然而随着技术的提升，作品的类型也趋于多样化，从早期的贝壳雕刻再到兽骨雕刻等，直到一位朋友的建议让卢志松改以石头作为创作素材，没想到成了他独树一格的创作风格。